口没对准的话就要满意。啊，完了！嗯，你看，聪明人就不一样。专业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已经弄好了，你还在树上捡。把它转一圈吧。上来又受不了，又站在后面叉腰。我感觉这两个笨蛋到底在干嘛？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